听说白小羊要我去他家，不知道他小子哦，先把那个钻石给挖了，这种好东西我可不能放过。挖个钻石都能碰到你，真倒霉。小子，喊我过来什么事？班长，你来的还挺快的吗？我保存了几个好东西，你想不想看一看？别跟我废话，赶快拿出来。别着急呀，我这就让你看看，就在这墙里面埋着。看到没有，这是我的大钻石，就问你羡慕不羡慕，我今天心情好，就勉强送你一个。真没看出来，你还能有这么好心。你就说你要不要吧。这怎么能不要呢？你小子好不容易大方一回，那我就拿走一个了。真没想到他竟然有这么大方的时候。小子，你最好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你不是自己拿的吗？这好真是一个大笨蛋，猎师小技他就要乖乖的进我的陷阱，这有我提前准备好的轨道。下面还有个沙发，这里面是太阳花，轨道的尽头还有陷阱。这些煤炭矿石都是假方块，开车下去直接掉虚空里，先在这里玩一会迷你世界。早知道就不吃那太阳花了，床头好像缺了一块，果然有个密室。下去教训他。那就把这墙给挖了，前面有个轨道。等等，我就觉得这肯定有个密室，果然被我猜到了，这次你可跑不掉了。Oh God, please no! 还是开车去比较保险，耽搁了这么久，不知道他又跑。谁让你不看脚下的，真是活该。这个加速通道下面有一群僵尸，前面转角那里还有个开关，这下面是一个温泉，班长只要拉这个开关就会掉进去泡澡，从这可以出去，先找个地方藏起来玩迷你世界。这怎么能是个陷阱呢？早知道我就提前跳车了，现在他又不知道跑哪去了，这里好像他的密室，下来看看。哦，这还藏了个开关，拉一下看看，说不定。